家里我们今天来这边干嘛？新武泰国民运动中心体验一下。体验了四个项目，阿凯教练灯光训练，很紧张，很想赢。互动式拳击。哟，好，我们今天的第三项设施是我们的 slide ball 滑板 ，OK。那我们要请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教练哦，欢迎我们的游鸿教练。哇哦，游鸿教练 ，OK， 好来，教练，我们待会要做的这个项目怎么操作？它叫做 slide ball， 那它主要是训练我们的平衡感、协调性，然后还会训练一些核心跟你的下半身的肌群。又是核心，是不是？好，核心。核心会用更多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开始？先从肌群的启动开始。肌群的启动吗？我觉得我刚才启动蛮多肌群的。如果一开始直接上去滑的话，怕你会会没热开来，对，可能没办法保持。教练有一点重意哦。OK， 好来好。好，那我们先从核心启动开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套在我们的脚底板上面。好，脚套。对，脚套套在脚底板上面。那它这个呢，只有在滑板上面可以用。Okay， 好。好。套好之后呢，帮我下来。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好滑哦。对，然后来躺下来，所以我们不要先滑，我们先躺。好，躺正。对，屁股在后面。对，下来。好，来，手掌心贴地板，脚伸直。好，我们先启动一下我们的屁股，还有腿后的肌群。回来，很好，来轻下。哦。哦，好，来换你们。这怎么做的？一个在滑冰，花式滑冰，还不错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七，回来，八，回来，九，回来。好，谢谢游鸿教练，刚才带我们这个，我觉得自己刚才的姿势蛮美的，你觉得呢？不错，不要同手同脚会更好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游鸿教练还有一个项目要带我们做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我们的那个 U-Bone。U-Bone。好，那教练，你有看过一些综艺节目吗？既然它叫 U-Bone 了，那我们一起跳一下。好，3、2、1，耶！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游鸿教练，那我们要怎么进行呢？没有开玩笑，可是刚才已经第一
一首歌只是让把所有动作去做一遍，那做完谁可以？好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教练要这样吗？我们直接来一个深蹲，我们十首歌跳完已经不行，嗯，直接最难的了啦。最难的，我们等一下就来冲刺吧。好，冲刺来首，待会直接冲刺喽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来，待会一边两下的节奏，跟着我一起来，左边两个，右边两个，来，两个，轻松，还没有喊起来，前面只是预备而已。好，来，抬膝 ，two and two， 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很好，再来，肚子要 relax， 膝盖抬到重心，很好。OK， 来跳恰恰，这边这边配合好，踩点踩很好，来跑步慢点吧。好，来准备好了吗？来 ，OK， 来冲起来，冲，啊，冲起来，冲起来，再快，手拉冲刺，快快快往上跑，再来再来再来，还没结束，再。我变成你的粉丝了，耶！ Yeah, 太厉害了吧！好，粉丝吗？你今天晚上都来上课。好的啊，哎，顺便拉一下课啊，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。游鸿教练，我一样。今天真的很谢谢新武泰运动中心带给我们这四项非常充实，然后跟以往我们不会做的运动，大家真的有空可以来新武泰运动中心。多运动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谢谢游鸿教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其实虽然这边刚才我们这是比较四个比较特色，一般运动中心可能没有，那其实这边还有很多一般运动中心都会有的设施，比如说我们家有什么游泳池啊、球场、健身房，还有我们后面还有这个攀岩，甚至撞球都有。虽然没有要参加全运会，但是大家有良好的体魄，就是平常生活什么都会更有精神，运动习惯。对对对，好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，按赞、留言、按赞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喽，谢谢，拜拜。